配合台南四百哈举办这个老树的巡礼哈，那从七月十号开始，第一场次到九月二十八，总共办理了十五场次的老树巡礼。那这十五场的话，包括十二个行政区，我们是希望说啊，大家来找老朋友的那种心态哈，来台南玩，来看一下老树。当然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看啊文化古迹，或者一些你饿的话可以来吃我们台南的小吃。我们另外的话有出专书跟所谓的绘本啊，希望说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342棵的树木是哈，接下来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也希望说来了解我们怎么政府机关怎么来医治它，来进行所谓的树木保护的议题。台南市农业局这边有这个机会来办台南四百森林活动啊，会当引起大家人对着城市的树木的注意，不是特长足好，但是咱会渐渐愈好，好，这就是讲一个咱台南市的幸福啦。好、哦、啊，因为要栽樟树啊，会当会利用一个三分之爱正当的时间，咱爱有需要正有的眼见，才会当来选择栽到一张好的树啊出来。啊，咱南部因为气候足好，啊，就足济树啊，栽是拢正好，栽伫对的所在，栽对的方法，较会水，较会好。但是栽伫行道树，伊是完全无好。但是呢，伫这个空块所在，伊会大个足够足够。大家都问说，树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护它？那我们以现在在的这个台南公园来说，你会发现树为什么长这么漂亮？您可以望眼放去，它的根章可以在土地上很自由自在的扩展出来，所以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人们在树荫里面的这个舒服度，相信大家也有感受。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老树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至少不要轻易的去刮它，然后砍它，甚至塞垃圾，只要做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老树都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用心，让我们的夏天可以更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些老树的关系。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怀老树，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农渔地景老树巡礼。我们在台南四百年的现在，我们当然是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哈。那老树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流连忘返驻足的地方。那台南现在列管了300多棵老树之外，其实有很多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这个跟我们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这个呈报哈，说我们还有哪里地方有老树来鉴定一下。像我背后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相信这些列管的这些老树都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可以看到像它这棵菩提老树，不管它的周边的环境，或是它可能枝叶根系的生长，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保护哈，能够让它不会被受到人为的破坏了。那所以我想老树巡礼总有15场，遍布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密切关注在我们农业局的网站。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保护老树，爱护老树，也希望延续我们台南古都这个老树的生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7月29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第十届台立交流高峰会下晡在台南安平举行，总共有来自台湾和日本700多位议会议员和民间团体代表参加，创下台立交流高峰会人数上多纪录。在传统艺术德国国小定涵的故事队的表演下，第十届台立交流高峰会29号下午，在安平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正式来揭幕。这届高峰会不但创下参加的人数上多，总共来自日本27个城市，包括都道府县议会、四町村的议会、地方市府加18个友台团体，总共433人参加。主办单位台南市议会和台南市政府也把握机会行销台南。现场除了布置台南在地农特产的展区，
还有各式的花卉，主要要将台南行销到国际。接著进入会议厅，首先介绍各议会团体，并且播送台立两国的国歌以及开幕的影片。其中总统赖清德和市长吴伟特也特别以影片的播送来迎接台立友好的贵宾。首先，我要向所有出席今年台日交流高峰会的贵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上周，台湾受到强烈台风凯米的冲击，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日本各界对台湾的关心。我也要感谢各位共聚一堂，为了深化台日友谊而努力。台日交流高峰会在2015年首次在日本金泽市开办，当时我是台南市长。这些年来，我也曾经以行政院长、副总统等不同身份共襄盛举。我要特别恭喜今年这个交流平台迈入第10年的里程碑，也非常欢迎在台南四百的历史时刻首度来到台南举办。今年是台南400年，台南很荣幸举办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今年呢，来台南的议员人数也是历年来最多，也创下新高。台日之间长年以来经历了互访、赈灾以及疫情相互的扶持，已经累积出深厚的情谊。我们对于未来台湾跟日本之间持续展开多元面向的交流深感信心，希望本次来访的日本议员朋友们能够尽情体验台南古都的人情味以及科技感，感受台南在400年历史传统中创新的力量。李台立主席台南市议会议长柯立立也以主办单位来递欢迎书，欢迎日本贵宾的莅临。非常荣幸能够以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会长的身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活动。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再一次见证台日之间深厚的友谊与合作。这一次参加台日高峰会的日本友人中，有70%是第一次来到台南，一直以来都是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期待透过今日高峰会，能发挥台日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提升台日交流合作的范围及层级。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参与，我深深的感动及感谢，祝福此次高峰会圆满成功，台日友谊长存，谢谢。会后除了发表台南的宣言，另外明仔30号主办单位还佫规划台南巡礼行程，提供文化生态、古都巡礼佮企业的参访等路线，提供日本贵宾自由来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凯米洪台造成全台农业损失非常严重，其中咱台南满道的文旦，原本8月中就会当采收，但是风雨过后却泡水，落下来文旦大约有20%左右。另外，正伫个山区的石刻由来啊，嘛拢受着影响。李伟陈廷辉甲郭国文也前往会勘。农业部方面也公告各类的农作物将进行全面的再损补助。来到摩台文旦园，果树拢泡伫水内面，一粒一粒的文旦浮伫水面上，流到边仔的水沟，无淹水的文旦嘛拢被风雨拍到，落落涂骹，掰开了后，果肉拢烂去，无法度搁卖，收购损失20%。掉下来的这一万吼，这是全部拢爱蛋掉去啊！即马看会到的是落个顶头，啊像做水起来吼，叫做水流掉去的吼，流的水沟去的，哎不计其数啊！那唯一有影响就是说，因为风大的时候，他们果跟果，然后树枝跟树枝这个碰撞劈丑的话，其实它不影响到我们那个它的口感。果农出动抽水机抽水，就惊果树会卡过淡，落果更加严重，镜头转到桂林。几十天地当采收的石刻，被风台扫掉了后，烂的烂，浸水的浸水，受损至少50%。机制是啦，啊，迄个影响后壁的生长啊，拢看天食饭。哦，你也看像拄仔要进去采收的时间尔，就风台落来啊。看天食饭，盼望政府会当多多斗三工，
立委陈廷辉、郭国文马拢前往会勘，了解农作物损失的状况，第一时间向中央争取到各类农作物全面财损补助。咱所谓农作物吼，无论是饮水的、饮地，这一个树根饮地水的，它其实都没有办法再有生长的一个状况哦。农业部已经有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全品项不经会勘的时候予以现金补助啊、哦，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予以肯定。后面会影响到成长的部分，要如何认定天然灾害补助？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去正视。风台过后，让大家结果连天。高雄除了祈求风台迈过来呀，也希望政府有更周全的政策，帮助因渡过难关。台南新闻所快采访报道。风台带来大量的雨水，使得七股的气温啊，水拢满出来，草虾啊被水冲走，而且因为盐度上低，造成蛤蟆死亡。另外，在安南区，因为淹水，造成沙白鱼苗也流了了，予渔民损失惨重。台南市安南区江阿西是饲鱼仔的大本营，也毋过风台所带来雨水，鱼本含狗仔应该同款悬，就算有网仔炸掉的，内面的沙白鱼仔全拢流了了。即届的风台哦，的雨水比金边的莫拉克迄个风台还佫较侪啦，加头三分之一啦。哦啊，所以这一下子的种一夜之间的种暴雨哦，造成哦这个水灾就对啦，其实都无法预估啊，抗力是做预防。水淹到一公尺高，就要修行的鱼仔全拢乌油去。七股区又是河嘛同款，基本的水淹到满出来，唔那草虾啊全拢无落，水中的盐度过低，即马粉叶啊拢豆豆死亡臭去。那现在我要等我水整个抽完之后，才会知道现在状况到底是怎样。可是像下以前下这么多的雨的话，之后蛤蟆就是会开始慢慢的开始死亡。库工所来勘查的时候，无遐多水有遐多迄种灾情，互你看，并无遐多过关，所以我讲看会当讲会当全面免勘好过安尼，啊，唔免得互只渔民伊要重建伊的稳啊。诶，过程中都爱处理这下代志。企业署特别联合勘灾，表示会全品项现金补助，只要伫十天内向库工所提出申请就会当。严格中秋节特别来到，海产的介绍恐惊会起一波。但是卖说坏，采访报道。凯米洪台嘛，造成安平溪公道的洪洪拿内面淹大水，有一寡所在淹水80公分，到达也未退。渔工里长林连峰表示，渔工道一直是观光的热点，不过渔工路却一直无排水系统，大雨过后恐惊有停高热的危机，要求政府爱协助想办法来解决。为了安平渔工道、渔工路甲月窑湾之间的洪洪拿是林务局管辖，水面映着大树，有渔光望游森林之称。不过，这款的美景看伫电风眼中却相当烦恼，因为这摆风台砸来雨量，洪洪拿积水的深度已经到腰，甚至风台过后到达上低所在也够80公分。原本实景节目伫只大景要拍片的，只好刷位。而这几天风台过后，已经吸引不少游客到这，也希望要赶紧整理好环境，避免生蚊虫。环境会不会有灯隔热的问题？我是，觉得应该是还好，因为那么空旷，风也大，嘿，应该还好，这个问题不大。怪兽搞 OK 啊，所以水一定下一半，啊，因为伊下迄个伊这高度吼有限嘛，啊，所以剩了差不多是啊，佮剩他30公分的水，就要等他伊慢慢来迄个湿啊呢，啊，所以我是讲吼，应该是哦，比如讲市政府还是林务局吼，应该是这方面吼，看是不是会当来做一个有办法的，想一个办法看怎样解释，啊，无这水吼淹遐久吼，其实吼，尤其近吼，这登革热问题也真侪安尼啦。对哦，啊，尤其吼，你像阵吼开始吼，伊树枝哈树叶伫水中吼浸久吼，有一个酸臭味，吼感觉无好闻啊。里头进一步表示，西公路全长1.8公里，只有南边有500公尺的切高，倒来到达拢无排水系统，包括西公国小、水库异地中心嘛拢涨水，要求政府单位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就你像今仔瑞富那个口啊，因地啊，实际又搁淹水啊。啊，所以应该是
哦，伊个，比如讲渔光小微界，南平你也经费要搞，南平先啊做，或者渔光分校、瑞富中心、古堡网球场，包括迄台下白翠龙也当个白出来伊个测果嘛。啊，是安尼讲，我感觉讲吼，定定发生代志啊，政府阁袂来做这代志咧。溪公岛已经是观光热点，干那清理环境就需要有够个人力加资源，所以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全力协助。带来新闻，军旗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央新闻在台北，中央新闻在新北，中央新闻在桃园，中央新闻在台南，中央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一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央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央新闻周报》。台南市苏吉青春专栏当中的棒垒球趣味得分赛，28号登场，由市长恩威特主持。台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王胜和、检察局长林国清等贵宾拢到场参与。市长甲来宾嘛做伙用强棒出击的方式来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新打击。台南市113年暑期青春专案“少年人你最棒”棒垒球趣味赛，在市长吴伟特、台南地检主任检察官王胜豪等贵宾的挥棒下，正式启动，向前打破六大犯罪类型，代表台南市全力破除危害青少年身心的违法因子，净化少年成长环境的决心。暑假到了，还是恢复到这个炎热的天气哈，很多我们放了假的同学，好年轻朋友们。都要去发泄精力，我觉得其实来做挥棒练习是最好的发泄精力的方式。好，那就把那些球当作一个这要打击犯罪的目标，然后尽情的挥棒下去打击犯罪哈。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健康有益的活动，能够让大家过个充实快乐的暑假，不沾惹毒品，不去飙车，不去做非法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也感谢我们检察局还有教育部军训处。能够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一起提供健康这个好的活动。你这次的青春专案也是台南市警察局首次以棒垒球趣味赛方式来宣传。台南地检主任检察官王胜豪表示，最近也是巴黎奥运的日子，市警局透过举办棒垒球趣味赛，培养青少年有一个健康正向兴趣，希望将来会当在这项运动顶面发光发热。我们市警局是很用心的在办这个青春的专案。各位，这两天刚好是什么活动？巴黎的奥运。哦，我想我们的市警局是希望借由这个活动，鼓励我们的小朋友们培养一个健康的嗜好，培养一个健康的兴趣，将来能够在自己的兴趣嗜好上发光发热，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光荣成为自己的英雄。除了比赛以外，活动会场阁设置宣导专区，由少年队、妇幼队、交通大队、犯罪预防科、警方室、社福会以及台南地检等单位，针对防治青少年吸毒、诈骗、帮派、离校性犯罪、网络甲交通安全等主轴进行宣传，让青少年朋友充实自身的法律概念。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成立已经迈入37年的台南第一挂友会，在岸边福尔摩沙酒店举办会长告捷典礼。第37届会长由胡琴楼来接任，这些会员用笑歌来庆祝，场面非常的热烈。一首首经典歌曲接续演唱，每一位会员都表现出部落的水准。台南第一歌友会成立迈入第37年，会员来自社会各界，是咱市相当优质的歌友会。过去卡拉 OK 也未流行的时阵，台南第一歌友会所有会员就已经靠着歌唱来联络感情。
这个歌友会咧，是伫37年前啊，由咱台南市有一挂士绅啊，一挂贵妇啊来所组立的一个会。伫迄个时阵咧，啊，也无啥物卡拉 OK， 啊，未流行的时阵，啊，遐个士绅咧，啊，甲这个贵妇咧，啊，伊拢伫这个新公路一间啊咖啡厅伫遐聚餐。啊，伫遐唱歌，啊，落尾因呾来想讲，是毋是咱来成立一个会？本地这个会咧，是拢一挂董事长级的，啊，一挂董事长夫人啊所来组成的。以后咧，啊，有真侪朋友想讲要来参与，要来参加。新接任的会长胡清柔，虽然离会短短两天的时间，因为美丽大方、够好人缘，伊也得到真侪会员的支持，希望会当来接下当令。胡清柔表示，未来伊也将继续举办歌唱活动，同时也结合公益，和第一歌友会活动更具关怀意义。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台南第一歌友联谊会可以结合一些，比如说公益啊，办一些活动，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然后我们的会员人数其实算蛮多的，然后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会员。那我也希望说，这些优质的会员大家可以集合起来，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今仔日控制室巴黎奥运夏季嘛，成为真侪人想要来试看卖项目之一。位于高雄市三民区的一个射箭的空间，都予无射箭基础的民众，嘛有机会来接受射箭这项运动。抬起握把、拉弓、射箭，这是许多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射箭运动。经常在电影和影集里看到的射箭，如今也能够在高雄市区中体验。射箭这个运动它比较特别，就是它从8岁到80岁，你只要有办法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都可以来射箭。因为弓箭它有分大小，有分比较紧的，也有比较松的弓。啊，力气比较小就拿比较松的，啊，有力气就拿比较紧的。小朋友就用小朋友的弓，对。所以其实很多族群都可以射。如果是零基础的人来到这里也不用怕，有教练会手把手从头开始教，让你能够从初心者慢慢蜕变成弓箭手，甚至连墙上的鸽子也都射得到。最一开始发现是在网络上看到，就觉得蛮帅的，然后想说来试试看。比较难接触到吧，就身边也没什么人射过箭，就想说来玩玩看。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一开始看觉得他们都站很远，然后但你实际来操作，从就是近的开始看，一开始射得很歪，但是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你就会越射越好。也就是射中的时候会有一种爽感，就是看书比较不会累了。后来如果我有空。有钱的话，有空有钱就会再多打一点，我蛮有兴趣的。练习射箭对于身体的好处也相当多，除了肌力的训练之外，还能够得到专注力的锻炼，让平常已经被网络、手机给绑架的现代人，能有一次重新锻炼专注的机会。它可以锻炼到蛮多东西的，比如说专注力的提升。像小朋友来说，就是他们需要学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射箭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肌耐力成长，因为射箭它是少数的静态运动，它需要在稳定的动作下面就是控制和调配自己的就是身体，所以它会变相的去锻炼它自己对身体的掌控度、协调能力和就是肌耐力都会变得比较好。还有个优点，因为现在几乎就是大家都戴眼镜，近视已经算是无名病。那来学射箭，它可以让你的眼睛放松，就是我不用整天盯着就是手机看，我可以看比较远的目标。射箭它是人类比较早期的工具之一，对，它改变人类的就是生存环境。像之前古代的时候，它可能打仗，我今天就是要跟猎物肉搏，近战肉搏。啊，弓箭的诞生让我今天可以变成，我不用碰到你，我就有办法，就是对，去攻击它，对的意思，就是我从近战变成远程。啊，打仗也是一样，它就是改变就是打仗的环境，它从早期的生存变成现代的生活用途。我今天没有要打仗了，我也没有要打猎了，就是可能就是拿来休闲运动。射箭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多多训练，也能够一起体会各种乐趣。你是不是也想跟上奥运的热潮，一起体验射箭的快感了呢？快找时间到射箭场报道吧。记者朱俊伟、潘志光高雄报道。
高雄市桃园里甲农业局合作成立米糕巡守队，队员无定时伫个里内道路向民众宣导，卖来饲米糕。宣导两礼拜以后，已经有了成果，而且巡守队也录到民众饲米糕的画面，交予农业局以后，嘛依法来处罚。鼓山区桃园里与农业局合作成立猕猴巡守队，21位队员不定时在里内道路向民众宣导，不要喂食猕猴。两周运作下来，已看出成效。这其中发现有一个瓶颈的问题，就是在中山大学跟智管处交界处，三角营区这两个点，还有海角咖啡岔路口，也是经常有喂食的动作。我发现这一批喂食的人员，蛮经常来到这个现场啦、这三个点，我们巡守队队员都近期都加强这三个点在劝导啦。巡守的队员的制服啊、背心啊，他跟猕猴也是一样啊，看到他就会闪躲呢，对，跑到树上，确实我们在巡守的期间发觉真的有效了。大概是这样。巡守过程中，队员曾遇猕猴攻击，佩戴的水弹枪能达到吓阻驱赶猕猴的效果。队员还观察到，有近10组的民众会固定到里内喂食猕猴，队员都会先行劝导，但民众的行为实在让人摇头。他们都说，当下都说他们不是在喂食啊，他们在观看呐、其实我们，巡守队员走后，他们还是会继续喂食的。他喂食被摄影之后，他认为说他很冤枉，都没有再宣导，就直接就给他拍照怎么样，会造成他认为他被划了，他不敢玩的对了。有些是他就要大声跟你吼，不要紧啊，阮是吼，阮袂用去纠纷呐，阮是讲阮翕这是农业局，讲阮。是全台第一个示范的，我先用地方的所在，我家己守护啊，维持我地方的安定。队员身上都配有密录器，就曾搜证到民众喂食猕猴的画面，已经依画面资料开罚。寿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再次重申，猕猴属于野生动物，民众随意喂食可依法开罚。依据国家公园法，还有我们寿山自然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些禁止事项，民众是不能在我们范围内来喂食猕猴或者是野生动物。那这个只要被检举或者是抓到的话，我们第一次罚款就是3000元，那第二次也是3000元，而且可以连续处罚。这部分我们是希望民众还是不要到这个寿山这个国家自然公园范围内来喂食这些动物。寿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重申，寿山山区果实丰富，猕猴不缺食物，喂食将造成猴群依赖，习惯侵扰人类与居住环境，也影响猕猴身体健康，请民众发挥智慧与公德心，让猴群回归自然。记者李佳龙、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